基隆社区大学104年度春季班学习成果展动态静态的活动开始。首先让我介绍今天的与会贵宾，首先是市长林佑昌的代表，我们市府的参议张锦佳，张参议。接下来是教育处处长陈素芬，陈处长，谢谢您。市议员杨秀玉，杨议员，欢迎您。市议员杨时成，杨议员，非常的热心啊，很多场所都看到杨议员高高的个子，然后他的鞠躬是90度的鞠躬啊，非常的有礼貌。接下来是张耿辉，张议员，谢谢您，谢谢您。再来是秦征，秦议员，好，谢谢您，校长。还有建德国小的校长江汉雄，江校长，谢谢您。暖暖高中的校长郑玉成，郑校长。信义国小的校长赖立文，赖校长。基隆市教刘德富，刘秘书，谢谢您，谢谢。基隆社区大学的老师黄国雄，黄老师。普通介绍哈，我们家长总会的杨副总会长，哎呀，还有我们地主哈庆祖国小的李秀娟，李校长，哎，还有我们那个正滨国中的张校长，陈校长，那还有我们的那个指导我们最多的哈。我们的刘立秋刘科长，给我们指导最多的，那不知道还有哪位没如果等一下还有报告到的，我们等一下再补充报告那我们继续下面的议程。议程有啊，有啊。接下来我要邀请我们市长的代表参议张锦佳来代表这个我们的市长，市长同时也是社区大学基金会的董事长，请张锦佳参议代表社长致辞，谢谢您。谢谢。首先要代表我们林佑昌林市长，欢迎我们市议会各位议员、各位校长、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好朋友、各位志工，参与我们今天的成果博览会。我们今天活动的承办单位，我们社大的执行长。在后面，我们的杜中华杜执行长，还有我们郑志峰郑校长，还有我们社大的各位主任、各位师长，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贵宾，一早就来到会场的哈，我们七堵区地主的我们的杨秀义杨议员，还有我们秦征秦议员、杨思成杨议员、张耿辉张议员。家长总会我们杨副总会长，指导单位市政府教育处的陈处长陈素芬陈处长，主办承办的单位市教科的刘科长，还有我们的前任也是我们社大的校长这个陈万成陈校长，正滨国中张文雄张校长，这个暖暖高中曾玉成曾校长，还有我们几位还有我们建德还有我们地主的我们两位校长，还有看到代表区长的我们的刘德富刘秘书，各位现场的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我想我们社区大学发挥我们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不管呢我们是大学研究所毕业的那么呢我们学有专长，但是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学校学不到的这个不管是动态或静态的，在社区大学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刚才我们表演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弗朗明哥的表演，我想除了在今天的发表会看到以外
我们在平常各种重要的一个场合，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社大的好朋友呢都在表演哈。那么等一下呢，我看到有很多的我们社大好朋友还要继续来演出哈。那么今天的活动节目啊，非常的精彩。那我们都知道社大的一个科目了哈，它的一个专业学科呢哈，除了动态的以外呢，比如说刚刚的舞蹈啦，等一下来一个口琴啊，卡拉 OK 啦哈，等等，等一下呢都要跟各位来介绍来发表。那么除了动态的科目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静态的，包括语言的、专业的、诗词等等哈，歌赋都有。我看到我们这个陈老师哈，以前是诗学会的理事长，我想诗呢就要跟我们陈老师来学哈。那么呢，可以说呢包罗万象，可以说呢你想到的都有哈，通通都在社大可以学得到。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社大的执行长，还有校长，还有各位师长的一个努力，还有志工们啊，平常啊在社大重要的活动啊，都会出来参与协助，这是在社大的部分。那么此外呢，我们最最最重要要感谢的，我们基隆市议会我们的宋议长，以及我们今天不远千里哈，我看到我们中山区、安乐区都跑到这边来了哈。那么我们，杨秀义杨议员、秦真秦议员、杨思成杨议员、张耿辉张议员哦，都来指导我们。那么在议会啊，对于社大的各项活动，包括经费啊，都全力的支持我们。当然啊，我想议会的支持以外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社大的一个老师跟志工们，大家的一个协助啊，才可以把社大啊办得有声有色、尽善尽美。在这里啊，要代表我们理事长，感谢我们主办单位以及指导协助我们的所有的一个好朋友。那么呢，今天的博览会，等一下的节目呢，除了表演以外，现场有很多单位哈，很多的摊位，也欢迎各位长官、各位好朋友呢，来给我们博览，来给我们看一下，看看还有哪一些呢，我们可以再来学习的，有哪些科目呢，我们可以再来增加开课的，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想到要学习就到社大了。感谢，再一次的感谢各位好朋友的一个莅临，请祝福我们今天的成果博览会顺利圆满成功。我们各位议员、各位好朋友、各位宾平安、健康、快乐，谢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张参议员为我们社区大学做了这么好的诠释，社大基金会的执行长，也是同时，是我们社大的执行长杜中环。杜执行长，邀请杜执行长上台致辞。谢谢我们司仪蔡姐啊，在座的我们的张参议、我们的陈处长、秦议员、杨议员两位杨议员哈、还有我们的七堵在地的张耿辉张议员，还有我们的各位校长啊、还有各位贵宾、好朋友、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社团啊、我们的志工伙伴，大家早安。早安。谢谢。今天是我们基隆社区大学104年春季班的成果展，承蒙各位的莅临，在这边仅代表基金会我们的董事长以及全体董监事，感谢大家的莅临指导。那么基隆社区大学88年成立，今天呢，我们已经迈入第17个年头。在104年度的春季班呢，我们在基隆市的7个区、33个教学点，开设了112个课程。另外，我们有14个社团，有1739位人次的学员参与。同时呢，基隆社区大学自98年开始，持续的为我们本市的长青学院提供各项的教学服务。那么今天呢，包括班级、包括社团，有71个单位参与，有27个动态节目，27个静态节目。我们呢，等一下不断的呈现出来，希望大家给我们指导鼓励。那么在这边呢，要特别感谢我们劳苦功高的郑校长，他所率领的行政团队，以及我们所有的班级、所有的社团，尤其是我们志工社
全年无休的为全市服务，我们希望的是为基隆市提供一个优质的终身学习的平台，我们希望能够本着在地出发，文化深耕，接轨全球这样的愿景，来为基隆市营造一个乐活的学习型海洋城市来努力。那最近我们都看到八仙乐园的这个气爆的问题，让全国的民众都感到难过，那我也很感动，我们的郑校长首先提出我们基隆社大也要为这个气爆呢来奉献一点心力，所以我们所有的班级、我们的社团都从今天开始发起不管是义卖或者是募款，我们希望略尽绵薄之力，来一起呢来为社会上的弱势的朋友们来奉献一点心力。最后再一次谢谢我们郑志峰郑校长，也谢谢所有的老师志工啊，我们今天参与的所有的学员，谢谢大家的辛苦，谢谢。好，谢谢杜执行长。我们现在请杜执行长代表我们林佑昌林董事长邀请贵宾致辞。补充说明啊，就是林董事长呢，除了请我们张参议特别代表市长来感谢大家以外，也特别交代我说他今天的行程很忙，但是他也会尽量，如果可以会赶过来，那要我转达他对各位的感谢之意啊。那在这里我想呢，我先邀请我们的新出炉的我们最热心最努力啊最勤走基层的我们的陈处长好吗，我们先请处长发言，接着就把delay 了，那我就很简短，就是来说。那第一个，我先感谢那个杜校长和郑校长，因为其实真的是全年无休，而且不是只有今年，是已经很多年了。还有在座的那个陈焕成陈校长，哈，那之前也是一样，跟各位一样努力打拼。还有在座的议员哈，诸位议员，我们张三市今天真的比我还早到，我们不好意思说。好，那还有我们那个杨副会长。还有我们在座的很多位的国中国小的校长，我就不一一细数了，因为时间太晚了哈。那还有最重要是我们今天其实最劳苦功高的、最辛苦的，我们社大的师长们，以及我们志工，还有我们这个很多的伙伴们，大家早。早。无惊喜吧。其实社大就是这种精神，我只是刚才没有展现出来。社大它就是一个最朴实、最贴近民众的一种学习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场域。你只要学习，你只要想学习，不管在任何时候，就是有一个地方永远在等候各位，就叫做社区大学。而且基隆很特别不一样，我一定要夸赞。我一定要夸奖，因为以前在教育部就是负责这一块的。哎，蔡议员也刚才到了哈，谢谢谢谢。其实社区大学它为什么我会讲说基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办得非常有成效的，因为19个县市只有这个社大它是由政府共同来就是投入一起来组成这个社区大学，然后呢它不只是一个社区大学，它有很多很多的学习点，其实各县市都做不到，目前就只有基隆，北台湾基隆是所有全台湾里面是用这种模式，而且这个模式其实是最有效果的。为什么？你看把各县市的经费都把它摊出来看，只有基隆社大是政府挹注最多钱，然后呢我们的学习点又是最多的，也就是你想要学习一定到外边要三年包都有一个学习点，所以它是最贴近民众最甘心最甘心的就是社大开始啊，现在有很多校长哈，那么就甘心了，因为要买房社大哈，所以赶快那跟我共享哈。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是要呼吁，因为刚好秋季班要开始招生了，批班能够有名奖，如果你哪个一点热情，是不是更好？你老更久老他阿布九阿八，可以一起来社大学习好不好？希望我们秋季班是招生，每班班都能够招生满满，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处长给我们的勉励啊！那事实上啊，社大真的是老师、行政、志工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那更辛苦的就是有一位这个火车头，就是校长哈。我们是不是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郑校长啊？那补充介绍，我们蔡世应蔡议员，好，谢谢。还有我们韩良琪韩议员，啊，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校长哈来主持，谢谢。好，欢迎郑校长啊。那个参议，那所有的议员，还有我们执行长，还有所有的来宾，以及社大所有的同仁，啊，大家早安。早。我本来想说留在旁边的，最不会有事情的，在外面走一走就好了。啊，不过执行长这样讲，说真的，我就两个字了。这一年半的时间，非常感恩哦，我们所有的伙伴的一个帮忙。大家可以看到社大的发展呢，事实上这一路来哦，真的是相当的蓬勃，尤其在这最近呢，在我们的董事长、还有执行长、还有相关的所有伙伴的一个共同努力下呢，那市政府呢，给挹注我们最多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也努力的在往整个的一个最大的面来扩展。我想很多的一个成就，真的第一个要归功的就是我们市民的参与，没有市民参与，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要归功的是我们老师的用心，再来的话，当然呢，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言先进哦，给大家给我们的支持哦。那其次才是我们有努力空间，不然没有这些，我们都没有了哈。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是只有代表了社大，感谢大家，感谢所有的我们市民我们所有的基隆市呢，整个这样的一个整个集结所有的力量呢，来做一个发展啊。再一次谢谢大家。那我想我就邀请呢我们所有的来宾来做一个致辞啊。那首先我就照次序这样下来，我想不知道怎么邀了那就先请我们七爷，那蔡议员啊，好，来我们掌声好欢迎蔡议员，好欢迎蔡议员，感谢我们的校长、执行长，还有我们的处长、参议哈，还有我们各位议员伙伴、好朋友哈。那还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社区大学的博览会哈，也是我们今天春季班的成果发表会，未来是秋季班要开始招生了嘛哈。那社大做得很好，我们的全校长陈万成都是地方前辈，有这些人一点一滴的努力哈，让我们的基隆社大，我记得没做全国评比前几名的哦哈。那还是很高兴有机会来参加，祝福我们的社大社运昌隆，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蔡议员对我们社大的支持。那接下来，杨宇，谢谢杨宇。祝大家学习快乐，健康快乐，杨思成，感谢你们，谢谢。好，也谢谢杨议员对社大的支持。来，接下来我们张议员。好，欢迎张议员。谢谢哦，不讲了不行，这样影响了之后。我想今天我们成果会的，我们承办的，我们尊敬的郑校长，还有我们劳苦功高的我们杜执行长，也是我尊敬的老师哈，所带领的我们社大的团队，这边的主席贵宾呢，包括我们主管单位的，我们尊敬的我们陈处长哦，陈处长这个人物，还有在这边代表市长的我们张长宇，还有我们本会的同仁，还有我们社教的各位。这位劳苦功高，我们郑前校长这么加共哦，郑万成郑前校长，还有各位校长，各位我们社大的各位老师，各位我们志工好朋友及各位同学们，大家早，大家好，好，谢谢。杜啊，我们杜执行长报告过了哈，十几年来真的一路走过来非常艰辛。站在民意代表，也会以感恩的心情来感谢这十多年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政府、议会，还有我们老师们的支持，才有今天这个社大一直延续下去。真的很感恩大家。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成果，这几年我们看得出来，金甲表演的那一些才艺，不比外面的尤其跳的那舞。真的是不比外面我们去参加那个活动，人家那表演舞台那个舞蹈还信，我相信他们比他们好。所以这个诚如我们校长、执行长所讲，以后未来可以融入，可以结合。那未来我们更希望
未来可以结合那些更进阶的专才，那我们有盖一个专门让我们基隆市有演艺表演的一个大厅，让这一些以后未来我们来这边观光休闲的话，那我们来以社大方面来排演一些专剧啊，那么专门的舞蹈跟舞蹈的表演，那我相信这个可以结合在一起，除了可以终身学习之外，未来还有推展我们地方人文观光的特色。那我再次深圳 H 公在此的谢谢，以感恩的心情，感恩长期来这十几年默默的在推动，包括我们校长们、老师们，还有我们各中央包括地方政府的支持，有了你们，还有我们今天社大一直推展啊，今天要没干小点，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了，我们李老师啊，李校长、李秀坚、李校长哈、哦，谢谢哦，感恩你们深圳一公，你们带领外一光大哈、哦、啊，我只好深圳一公，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张议员对我们社大的支持和鼓励，谢谢您。我们接下来邀请一下我们杨宇。好，我们在地的哈、啊、年轻的杨议员，我们的那个郑校长哈、啊，还有我们的杜执行长，还有我们各校的校长啊，还有来自各界的这个嘉宾哈、啊，还有社区的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谢谢。今天呢非常的荣幸哦，在我们社区大学的盛情邀约哦，来参加我们这个社区大学的这个期末的这个成果的博览会哦。社区大学哦，可以说是哈、哦，是创造哈、哦，创造这个有快乐的这个永续学习的一个环境哈、哦。只有终身的学习哈、哦，才能够哈、哦、快乐成长啊、哦，也可以哈、哦、找到这个身心哈、哦、的一个健康快乐啊。那这个社区大学啊，可以说是哈、哦，它主要是哈、哦，就是提供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主要，就是说它的宗旨哈、哦，它的宗旨就是这个快乐成长啊、哦。那么最后哈、哦，在这里哈、哦，我们希望哈、哦，我们的这个社区大学能够提供哦更多元的一些课程哈、哦，让我们的社区的这些这个我们社区的这些居民哈、哦，能够更多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环境哈、哦。啊，今天呢、啊、在这里哈、啊，在祝我们这个活动啊圆满成功啊，也祝大家哈、啊、身心合一，健康快乐，谢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杨议员，待会回去的时候，请你多多的鼓吹你的市民到我们这边来看我们的节目哦，谢谢你哦。好，接下来我想我们邀请一下我们韩良琪韩议员，欢迎韩议员，太热了哈。祝今天活动顺利成功，大家幸福健康快乐，谢谢。好，好，跟所有的来宾介绍一下，我们陈东台陈议员，也麻烦，我们陈议员来跟我们致辞勉励一下。好，谢谢陈议员。谢谢我们社大的郑校长，我们杜执行长，各位社大的老师，我们杨副总会长，我们张秘书，还有我们陈校长，各位老师，各位讲我们郑校长哦，还有我们陈老师，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开始哦。收广告，卖讲收电话，收太多哦。叫大家先电影讲关心注意。啊，这个我们社大办的活动真的很好。我刚进来啊、哦，都幸福姐姐老师来啊关心我，哎，刚才啊你卡喜欢哦。我叫我不修拜拜，我们俩大公更做福建了，我进来要多久？好，等一下，大家等一下，谢谢，谢谢，好，谢谢陈议员。好，接下来我想我们邀请一下我们代表家长会的哈，这个名誉最高的，基隆市我想孩子最多，家长名誉最高的，我杨副总会长来给我们支持一下，谢谢，谢谢。好，郑校长，还有我们的陈处长，然后我们的参议，还有我们的郑校长，曾玉成郑校长，然后我们的张校长，还有我们的李校长，还有我们的陈校长，还有所有的嘉宾，然后社大的老师，我们的黄国雄黄老师，还有刚刚那个弗朗明哥的老师，社大所有的学员，各位早安，各位好。我很开心哦，今天能够代表我们家长总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刚刚那个回应一下我们那个蔡议员呢、他的那个言辞哦。我们的评比呢，虽然还没有第一名，但是呢，我们新任的市长呢，在推动地方教育呢，他是非常用心的，而且呢，他为我们找到了一位非常有动力，而且非常有方向感的陈处长。在我相信呢，在陈处长的带领之下，我们社大呢，未来的评比呢，将要迈进第一名。我们社大会是第一名，我们一起加油！只要我在家长任职的任何一天，任何一个位置，只要是我们陈处长，我们林市长，他有所需求，有所需要我的帮忙，我都非常乐意的帮忙。我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基隆加油，基隆加油！谢谢。好，谢谢我们会长会长啊，这么铿锵有力的几句话啊，谢谢您。好，会长，谢谢我们杨总副会长啊。接下来我想我邀请一下我的老师啊，我的代理我最清楚，他说一直看表了，他不能讲太多话，他自己知道。我掌声换一下我们陈万成陈校长。郑校长，参议员与各位校长，以及我们处长跟江总会长，各位贵宾，大家早。早。没有学生就没有什么社大，没有志工，社大也不好办，没有专职的行政人员，那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社大有从没有到现在，没有制度到现在已经渐渐有制度，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最好的社大的。那是归功于大家的功劳，对不对？尤其是现任的郑校长杜执行长，以他的经验来带动这个社大。当然，重要的是市长的支持。当然，学程里面的总共有六个学程，对不对？基隆的台湾的教育也很多东西在世界上很特别的。同样是老人的教育，就分成长青学院、妇女学院、社会大学、通通大学，还有什么？加了一个乐林大学。但是同质性不同功用，社大的功用最主要要你认识基隆、了解基隆、爱基隆，尤其是我们的市长，他是土生土长的，要改变基隆，就是要靠社大这种办法、这种精神。因为社大有一个基隆学程，涵盖了六大学程里面的总学程，就是基隆学程，让同学从各种学习中来了解基隆、来爱基隆。所以我们要改变基隆呢，大家共同来社大来学习，祝展览成果，这个成果展呢顺利成功，谢谢。好，谢谢陈校长。好，接下来，玉泉校长要不要讲一个？我们在地的校长，那我们老师要不要找一个来支持一下？欧华老师有没有在？我没看到啊。好，不然的话，我想我们早上的一个开幕跟致辞就到这边，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仪。啊，感谢所有的贵宾的参与，也谢谢所有的伙伴们呢今天的一个莅临，再次代表社大谢谢大家，谢谢。